也可以去看一看。所以我们这期也算告一段落，然后我们之后看在做啥，就看夏老师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跟季军再研究研究，再跟大家讲讲别的战锤的东西。这一期算是完了，对，这一期算是收了啊。也包括大家还想听什么，是包括是想听听帝国啊，还是说讲 IG 啊，讲外星人，讲外星人啊，讲太星人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有可能。我们希望就是说先把这个很基础的东西，对，因为这个坑说实话是不会填完的，对对，不现实，非常不现实。那边还在挖吗？对，那边还在挖呢，挖挺快的。所以现在有个想法，也是给大家就是把各方势力快一点的叫来，对，然后我们然后看情况，可能我们要进入这个战团故事，或者有可能讲八版故事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好，所以我们就赶着更啊，赶着更，大家就是随便听听，然后有兴趣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自己多去了解了解，这样听着也比较有意思。是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，这个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